房东啊，已经从医院出来了，最多10分钟。对。哎，哥，你在家呀？你们是？啊，我带客户来看房，跟你爱人说过了，她马上就回来。我爱人？何女士啊？哦，然后呢？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吧。进来吧。 哎，你看这光线多好！嗯，这个点儿光线还是不错的，不过其他时候可能就差点了。哦。哎，我们这儿装修的挺好，拎包入住。这装修也确实不错，但都10年前的，有些过时了。我们这个小区啊，最大的特点就是安静。对，安静。 除了每天有10几趟飞机从头顶飞过以外，都算安静。这里在航线上。对啊，航线下、铁路边、高速公路出口，多方便。哎，姐，我们去看看花园吧。姐，搬到这边，我们这边行。哥，嗯，你到底想不想？ 租出去啊？想啊，那你就别说话，行吧？好。花园啊，虽然不大，但是啊，很精致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应该是个工艺品吧？这是从西班牙带回来的吧？ 我不能说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让我说话。哎，没事儿，你随便说。你说。那你让我说，我可真说了啊。说。这东西吧，是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件法器，它为什么摆在这儿呢？因为这房子以前死过人。 哎，没事儿，别没事儿，哎，姐。